谢谢老师，谢谢姚爸。因为我会长得早点，我们咖啡豆涨个100块怎么样？现在年纪比较大的比较喜欢听这个。阿达几岁？8岁了。阿达30哦。30。你也30哦。你怎么可能30？好，很高兴可以来高雄，大便可以来。不是最后一首歌吧？不是，最后一首。你是 Uncle 的第一首，然后这首完还有4首，唱完我就毅然决然要离开，不然我女儿不会睡觉，对她肝不好。来。生活态度。